人工知能特別法違反を確認。対象を捕獲する。Yo,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、 CW です。今日就是蒙面超人系列啊，大家看到了，就是这一隻 SHF Kamen Rider Barugiri 的 Justice Sabaru， 也是大家最爱的人 B 啊，人为啊。现在就不多说了，就即刻开箱先了。咁我哋睇下个盒先啦，咁啊呢度啦就有佢嗰个对人工智能特务机关啦 ，AIMS 个名喺度啦 ，AIMS， 跟住就喺呢度啦，橙黑色嘅，好靓嘅，就系呢个 Kamen Rider Barugiri Justice Sabaru 啦。咁啊。盒底就是这样，有三个 pose 的。这里就是剧场版的 logo 了。好，那即刻去开箱。Justice Sabaru 的说明书了，咁啊呢度就系尖嘅部分要注意啦，咁啊亦都有破损嘅要注意嘅。好啦，咁啊见到爪嘅换法啦，另外就系有加埋你揸武器嘅方法啦，就系咁多啦说明书。咁啊，见到本体啦，我哋即刻打开埋个透明胶壳先啦。咁咧，见到两手呢度咧，同埋条腰带咧，都有呢个透明纸包住保护嘅，就系唔想啲色甩色或者染咗其他色啦。好，咁啊，即刻开嚟睇下先。好 ，Justice Sabaru。咁咧，今次呢只咧 ，Kamen Rider Barugiri Justice Sabaru 咧，就系呢个 Kamen Rider Zero One 嘅剧场版入面出嘅造型嚟啦。咁啊，演员方面啦，就系 Ikeda Hiroe 嘅。咁啊，佢嘅喺剧中嘅角色个名就系叫做人为啊 ，Yaiba Yua。咁啊，即系大家都会叫佢做人 B 噶啦。咁啊，种族就系人间啊，女性啊，年龄就系24啊，就系 NE2019 时点啊。咁就系对人工智能特务机关 AIMSMs 嘅技术顾问啦。咁今次剧场版咧，佢呢一个形态咧出嚟咧，就一下就俾人打残咗就。有啲失望嘅，咁冇办法啦。始终佢唔系主角，应该不破先，同埋灭亡迅雷啊，先系比较重要嘅角色啊。咁啊，睇下可动方面啦，咁啊头啦，跟住手。因为有个肩甲咧，所以就唔系可以好打横得揈得开啦。跟住就系脚方面啦。
跟住到外观方面啦，咁啊，整体嘅颜色同皮套都系差唔多嘅。咁唯一嘅问题咧就系呢个覆眼嘅部分啊。大家睇到啦，玩具方面咧个覆眼咧系白色嘅，但系咧个盒嗰个影出嚟嘅咧就系蓝色啦。咁你见到啦，其实嗰个实物都系会比较系浅色咗嘅，但系佢盒后面嗰啲配色咧对覆眼咧都系会比较系深蓝色啲嘅。咁啊，呢个少少嘅问题啦。咁可能佢觉得整体嘅颜色嚟讲，如果隻眼浅色翻少少咧，可能就会比较衬翻个 total 嘅颜色啦。咁不过其实唔系啊，佢嗰个变身器个 driver 都系蓝色嘅。咁另外一个问题啦，就系呢对爪啦。咁啊，佢嗰个设计又真系唔系几好嘅。咁啊，扼落去啦，虽然话都唔会话好容易摸。唔係，即係唔係話喐下跌，但係都好容易跌嘅個設計就真係差少少啦，對爪嘅。配件方面就冇乜噶啦，咁啊手啦，拎嘢嘅手係一對啦，咁啊另外揸住個鉗嘅手亦都係一對啦。咁啊，另外今次个设计嘅手方面啦，就可以咁样见唔见到，就可以扼咗落去嘅，又可以推翻上嚟少少，又可以扼咗落去嘅。咁就可以方便举手啦。见到啦，又甩咗落嚟啦。咁啊，你见到啲黑色嚟讲咧，都系好靓嘅，做得啲黑色。咁啊，见到啦，呢啲大髀呢啲位啲黑色啦，同埋呢个背脊。咁啊，黑色系唔错嘅。咁啊，只爪都做得几型嘅。咁啊，黑色嘅爪。咁就见到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变身器嗰支枪啦。咁啊个 driver 啦，咁啊你见到呢度系透明嘅，透明嘅颜色嘅。咁啊见到啦，咁就可以掹咗出嚟啦。可以再插翻入去啦，很新。好，换手方面咧就系、是、要首先掹咗呢度啦，咁啊掹咗只手出嚟，咁就换落去。再插翻落去就系可以换到扎实嘅形态啦。咁啊，可以摆到好似 X-Men 入面 Wolverine 嘅 pose 啦。咁啊，仲可以 Rider Kick 嘅 pose 啦。
喂，翻嚟啦，箱就开完啦，咁就讲翻少少嘅评语先啦。咁今次呢一盒嘅 Kamen Rider 咧 ，Justice Sabaru 咧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500多元嘅价钱入手啦。咁啊，贵唔贵就见仁见智啦。咁啊，盒方面系几靓嘅，个外盒。错嘅颜色做得，咁讲翻呢个玩具本身啦，咁啊除咗覆眼嘅颜色同嗰个盒唔同浅咗少少色之外啦，咁啊其实把玩方面就冇乜问题嘅，玩咗方面就咁就玩方面咧就係冇乜問題嘅，咁啊唯一嘅問題啦，就係佢啲件啊成日甩啊，就係呢爪呢位啦，就經常性就甩爪啦。咁啊擺 pose 嘅時候咧，唔係甩爪就甩前面支槍啊，咁就影相嘅時候就會比較麻煩啦。咁啊缺點就係呢一度啦，咁啊總括嚟講嘅，如果係人。B 嘅 fans 嚟就應該都會入埋呢一隻噶啦。咁啊，正所謂啊，每一代嘅 Kamen Rider 都有唔同嘅女主角。咁啊，而家嘅 Kamen Rider 最新一輯啊 ，Kamen Rider Levi's 入面咧都有兩個好受歡迎嘅女主角啦。咁啊，唔知道大家又中意邊一個咧？咁啊，任 B 就正式功成身退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就介紹就係咁多啦。咁啊，我係 CW， 咁多謝由頭睇到落尾嘅觀眾。咁啊，下次再同大家講下其他玩具啦。拜拜。